看到了，破解到劳动者的最难最难。看到那一幕的话，已经是事情发生了一块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地板吧，本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，有一块有点空，他两个就在那里敲那里玩，敲了三四块吧，就跟着蹦，全部蹦起来了。蹦起来了之后，他两个就在那里开始敲了呀。然后我就把几块搬到边上去之后，说那个还是先拍个视频吧。就是这两个孩子本身就很调皮的，看到这个我也不是很激动了，已经不意外了。当时的话，其他人都是在家，然后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看，然后也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意外吧。一个五岁多一点，一个两岁多一点，地板空的那个弄起来了之后，然后其他的就跟着蹦蹦蹦蹦就蹦起来了，整个客厅那一块都已经坏掉了。刚才量了有42.几平吧，然后我准备买那个木板来给它装上，不成木地板就好了。